把那个滚筒升高之后呢，下面放一个托盘，然后像它一样撒一点那个青椒粉上去，这样子往里面撒。如果你用第三条滚的话呢，你也在第三条滚那上面也撒一下，这样子让它们完全融合。那个青椒粉会在那个滚上面呢加热，然后融掉的。这样撒上去，均匀的撒上去。尽量往第三条管那边靠。然后让它融一下。Is that the goose spray? Yes, yes. For cleaning up. This spray is not for cleaning up, it's for return the glue back to the water. Yeah.然后把第三条滚摇开，把第三条滚摇开之后呢，可以用抹布来抹一下先。然后在污气多的地方，可以用一些布。先擦，把那个刀擦干净。就擦完刀就擦第三条管，然后边上的话要注意多清洁一下，因为边上特别脏。就很干净了，第三条滚。然后同样的道理是可以来清洁第一、第二条滚的。